Hello，各位大家好，今天和大家聊一个大家都比较感兴趣的问题，就是俄罗斯的房价。像俄罗斯它的房子呀，它和咱们国家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就是咱们国家的房子是有产权的，但是呢，俄罗斯的房子它的房产证上是没有产权的，就是说这个房子一旦你买了之后，它就一直是你的了，包括你以后继承给你的子子孙孙，这个房子都是你的，它是没有任何产权的这个年限的。而且呢，俄罗斯它的这个房子的面积呢是没有公摊的都是使用面积所以说一个大概是举个例子，70平米的房子换到咱们国家就相当于有公摊的这种面积的90平米自动往上加个20-30米二三十平米所以说在俄罗斯呀他买房子呢还是很有优势的，但是这么好的房子，它卖多少钱呢？像俄罗斯，它的房价呀，是取决于多方面因素的比如说和咱们国家一样，它取决于它的这个地理位置市中心跟郊区，它的房价是有很大差别的还有比如说它的这个交通临着地铁站呢，它会相对来说会贵一些。像我昨天查了一下这个俄罗斯的网站呢。这个网站上查到了圣彼得堡，它的这个以今年6月份为基准，6月份它的这个房子的均价是13万卢布，相当于人民币是13000块钱。像我和热尼亚现在住的这个房子是我几年前买的大概是2年前买的当时买的时候这个房价还是不是那么特别高。大概是1万人民币一平买的现在呢，由于我们这个房子的地理位置比较好靠近市中心，临近地铁站，而且这个濒临涅瓦河所以说它今年呢在网站上售卖的价格大概是在2万人民币就是说它在2年之内涨了1倍接下来呢，我们就让热娘领着大家来看一下我们这个房子。我家族的这个楼是 Stalin 的建筑，这个是 T 建筑，跟我家族只有1分钟，这非常便利，还有又给电池。这是涅瓦河，离我们家很近。这个是圣彼得堡，它的这个房价的状况和大家讲完了像俄罗斯除了圣彼得堡，另外一个比较大的城市是哪？莫斯科。对，莫斯科莫斯科它的这个房子的价格大概是比圣彼得堡要高出40%大概它的房价是18000到2万人民币一平均价。像俄罗斯除了圣彼得堡和莫斯科呀，其他基本上没有什么像样的城市了其他城市人口都非常小非常少所以说其他城市的房价基本上都是在1万以内。像一些比较除了莫斯科、圣彼得堡比较大的城市，比如说叶卡捷琳堡、下诺夫哥罗德像这个新西伯利亚这些城市，它的房价基本上都是在1万元以下的像一些小城市，这个房价大概是在几千块钱所以说这个就是俄罗斯它的这个房子的这个房价状况好了，各位我们今天先和大家聊到这儿拜拜，我们下期见，拜拜。